迎来到伪装生活旅行家频道。近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都不能出国，所以我们本频道呢就来预告一下伪出国的金门旅游行哦。本次影片啊，就会先带一些照片啊，来告诉大家我们去了哪些地方，好玩的地方，好吃的地方。那就请大家慢慢的欣赏本次的影片咯。
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可以在我们的下方这边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各位朋友知道。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你的朋友，请麻烦多多帮忙，谢谢各位大家，感谢。